断电了。喂，李姐，你知道物业电话吗？我家停电了。我就知道，不都是为了体验角色吗？你就受着吧。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忘了拆礼物。开关有点多呀，到底是哪个？老板，需要帮忙吗？就他了。怎么回事？还是我来吧。以后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隔壁小姐随时在。谁就走了，连声谢谢都没有。挂东墙有好运。李谦，于千凡可是你老板，你以后得谨言慎行，对他态度好点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帮你补。你，老板，您这个洞砸的真好啊！啊，瞬间让我的房间南北通透啊！六洞天，什么？对不起，打扰。都怪房东偷工减料，老板，你满意吗？有点意思。